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常熬夜的食疗方。我们只需要取菊花5克、枸杞10克、桂圆肉10克，将它们放在一起，用开水冲泡，每天当茶饮，具有补肾养精、养肝明目、生津止渴的作用，并且还有补气补血的功效。学习到的朋友，双击加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